员，国家小心吴金秀。时阵，破声已经无够啊！我需要你的尖叫声，无够大声，再一遍，尖叫声！非常感谢大家金卡乐部来到咱保安宫大球场来看咱的飞鸿鱼歌剧团《千年之恋》。感谢咱真侪好朋友挂甲光临，啊，小弟较占款吼，啊来甲介绍一下，咱来感谢就是咱的主办单位，就是咱财团福林台北保安宫。我阿声较大声的啦，明年咱阁有机会再来，好不好？接着来咱的演出单位飞鸿鱼歌剧团，啊，再来上重要，咱的介绍就是咱的团长，就是咱的简宁峰，掌声报告热情啊！哦，咱的简明峰哦，非常少年的团长，搁再来上界重要的一出戏，咱上个重要重要就是咱的制作人，咱的吴金秀阿兄。好，搁一遍，搁你一摆机会，你咧画啥？你叫什么人？啊，真好，系阮闺蜜啦，阮闺蜜啦，嘿，系阮闺蜜。好啦，好，你好帅，你好，好。接下来呢，咱这出戏上界重要，爱有一支龙条，啊，伊的名嘛是有一个龙，咱的导演柯俊龙。感谢咱的龙条，感谢。接下来啊，就是咱的编剧简宏章。接下来咱的音乐设计，啊，还有咱今仔日的文场领导周玉斌周老师。已经死会啊吼，嘿，跟阮这小生吼，两个人是阿婆的关系。接下来，感谢咱的舞场领导王一平王老师。啊，再来，感谢咱今仔日哦，咱非常好听咱的音乐，咱的文武场老师们，谢谢你们。那你不打一些给佳节舞台，阿哥，那你顶更影响生辉有限公司老师，谢谢你们。阿哥，我苏林介绍，今天你好，咱上届奖啊，咱的字幕小姐，咱的邱丽颖邱小姐，阿哥，我私心的，我特别拢爱甲介绍，只是我暂不。曾经在幕中的女神，吼，虽然伊即摆已经生两个囝，啊，毋过嘛是我的女神。伊爱摒扫，伊爱做小生，伊爱订便当，什么代志伊拢爱做。伊就是咱的最强行政简凤仪。这一出戏吼，无遮尼简单，爱有一个领袖，甲咱大家吼带领起来。啊，这个文化吼，一代甲伊传一代。咱哦，这个龙头，应该是算咱的龙头怪，就是咱吴金燕吴小姐。甲咱讲几句话，龙头怪来。谢谢，感谢。
啊，非常感谢大家吼，咱阿肥也在讲，阿肥啊，这份呢，伊即卖咧拍吼，面一个台戏的一个剧场，今日个半价来到这份上的欢喜。今日这出关先吼，这出《千年之恋》吼，幕后足多啊，这大家你看，拢是呢，咱来讲文化啊，要影视团落起来，需要这少年辈，咱来最少的，你看。那一人播起来，这最小的学生，大家哦拢真牛真好，你看，大家拢足好足优秀的，你看，但我上老的，真歹势。阿姨，今日你哦都无因，也无这个讲哦，外甥，今日你这千年之恋，相信可以，啊，就是哦，伊话就是咱来讲导演，那龙导龙龙，一个无名的老师，谢谢啦。啊，今仔日啊，感谢咱的字幕小姐，非常的感谢啊，你的心意我已经知影，谢谢感恩你啦吼、哦！啊，希望吼、哦、啊，大家继续甲八团捧场，即马人讲一代文化平去当一代团一代，即马伊完我八团哦，我的后生甲我的查某囝，所以今仔日我希望大家继续甲八团多多支持，多多指教。非常的感谢，谢谢，感恩。啊，感谢啊，大家来给我们拍照，甲八团的奖金，非常的感谢，我来给咱们演艺人员啊，吃好饭菜，谢谢。拍照，拍照，啊！各位同学，拍照。